现在是山野大出的时阵哦，南势区农会为着要配合中央来稳定绩效，是进行了爱文的加工收工作业，要做成山野瓜进前哦，这作业人员就必须爱先将这青果下皮切片。加工地方有一位新住民的作业人员，一手提工具哦，只要七秒的时间，就会当下完一粒山野，非常厉害。但南势山野栽种面积是全国上大的区域，也因为现在正是山野大出的时阵，因此南势区农会为了要配合中央稳定绩效，是进行加工收购作业。不过今年山野产量无多，目前对一到货量只达到40000斤左右。今年因为减产嘛，今年减产所以讲也量相对拢减，因为你即卖市民哦，迄、那个。消费能力真好，所以讲今年的迄个鲜果的部分，迄、那个销量袂歹，所以讲当然变加工这部分哦，伊就拢减落来，所以讲今年的预期嘛差不多几千斤尔。伫收购爱文山野，伫要做成山野干进前，爱经由作业人员将山野来下皮甲切片。伫画面上会当看到这位新住民的作业人员，一手提着烤刀甲小镰刀，只用七秒就当完成下皮到切片的时间，一天日薪会当赚到3000多块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啊，我们只有拿一个刀而已。啊，然后现在我们一起拿，这样比较快啊。啊，两个刀一个动作而已啊。是在家有练过吗？还是没有没有。在这边。我们去下芒果的时候才开始学习。价位比一般还好一点吗？对，比较好，可是时间都比较长一点哦。哎呀。大概几小时？我们早上5点到下午4点哦。十几个小时内。南势区农会表示，伫一会场所收购爱文山野，经由下皮甲切片以后，原来这山野干加工完了。也因为现代人讲究用心，无爱食伤甜，目前所生产的山野干拢改成鸡汤的口味。果肉成为山野干大约9:1，单日上管产量1000台斤左右，来应付订单需求。记者萧正伟南势区采访报道。